快点出来！哎哎哎，太君，人在这儿呢。你的专窑底为什么不拆？太君，这砖窑碍谁的事儿了？为什么要拆呀？混蛋！难道没看到皇军的告示吗？太君呐，告啥都看了，不是说义里内的拆吗？俺这里铁路有2里多地呢。冈村司令命令，沿铁路线，只要能够看到火车的建筑，统统地拆掉。 太君啊，行行好，我们一家子就指望这个小窑了。要是拆了，我们可怎么过呀？混蛋！我得说要拆，必须拆！你们到底还讲不讲理啊？皇军的命令就是听令，给我拆！是。太君啊，太君，大君，不行不行，你能不能拆呀？小鬼子！ 你不让我活，我给你拼了！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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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儿子，要给我报仇！爹！ 阿弟袭击皇军，该死大打的！一定胆敢阻拦皇军，一样的死拉死拉的！你的要干什么？我听到了。哟西！ 快快地拆！就在前面，红哥。 真没想到你回来了，大家都以为我回不来了。当年我哥听说你的事儿，几天都没出门，把自己做好的紫砂壶全都给砸了。哎，哎，你哥好吗？好着呢，就是越来越多，还不让我跟亮子来往。哇，天天背着他往这儿跑呢。啊，是亮子砖窑那边的声音。不好，出事了，跑快跑！呀！ 亮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咱不得病。红哥，亮子，是我。 我没死，又回来了。红哥，真的是你呀！红哥，红哥，我得让日本鬼子给杀了！啊！大叔，好兄弟啊，你放心，这仇咱们一定要报。